要来吃下午茶了哈，超爱他们家的这个提拉米苏又掉。我刚喝紫菜蛋花汤的紫菜汤的时候，我料到，那个汤可能会洒，没想到是真的洒了，洒了我一外套，太好吃了这个。徐美娘，看到了吗？我找不到馅班级，它这个好大呀，而且特别实惠，看到了吗？我穿黑衣服了。这个好吃的，安吉实惠。我能讲我吃到蛋皮了吗？美味，拜拜。